家好，我是燕君。这次呢，我是来代表 AMP， 也就是 Antech Mobile Product 呢来做拍摄哦。刚刚在他们店里面呢，已经看到非常多的时尚的这个周边配件，那就是像手机这个，或是喇叭、耳机等等呢，都有很多，而且重点是有很多我们女孩子很爱的白色的这个时尚配件哦。所以呢，很高兴等一下呢，除了可以拍摄，还可以做一个实际操作的部分。好啦，那大家记得支持 AMP 之外呢，也记得支持我燕君哦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君。现在呢，我们的拍摄已经到了中段，快到尾声了。那所以呢，在中间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说，今天拍摄过程中有什么东西产品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了。大家可以看到那边的呢，这是我们 AMP， 我们 Antech Mobile Product 里面的铝充。这有什么特别的之处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有总共有四个 USB 的插头。那另外呢，它就是可以接到我们插座的部分哦，非常方便。通常大家一定不只是有手机，然后还有平板电脑，甚至相机哦，同时都会需要充很多的。那你只要带这一个出门，像我们出远门去旅行，饭店里面常常都只有一两个插座，大家总不会都抢着用吧？当然呢，就是用到过这个东西，这个我们这个铝充呢，就可以同时充很多个行动装置哦。那另外呢，它当然就是我刚刚说可以出国用，所以它有很多的转换口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你要去大陆啊，或者去欧美等国家呢，都可以做一个转换，当然也有车充的部分哦。那呢，这个还有什么最特别的地方呢？它有一个。这个有防过热、有自动断电的系统哦，可以保护你的一些这些行动装置过于黏于，就是过热受到一些损坏哦。所以你知道，就是要用花小钱呢来保护你的很多的大钱哦。所以这个装置大家一定要好好来支持一下喽。这是我们的 AMP Antech Mobile Products 的产品，那记得呢也要支持我燕君哦，谢谢。今天的拍摄呢就到此告一段落了，相信刚刚大家有看到我们 Antech Mobile Product AMP 很多时尚周边配件哦，相信大家对 AMP 有了更多的了解喽。那呢也记得要继续支持我燕君，然后呢我们台中的11月10号的网剧见喽，谢谢大家。